对啊，啊，馆长嘛做重视，就是讲交代讲，叫咱去甲中央争取。哦，阮安尼假日三日拢去看，啊去规啊，迄个不止恁保险啦，吼，其他所在嘛是拢安尼。重新整理啦，啊，无你再无翕，等下我甲加加调用掉，拢变安尼啦，拢安尼啦，哦，拢执行啦。变安尼啦，甜蜜芒果啊，人哩啊，迄路啊，爱平啊，爱甲搭起来，所以啊，我拢搭起啦。啊，咱的迄个，迄个本地，迄个咱的。13年，哦，13年，有无？戴个口罩，系啊，戴个口罩，啊，阮农种跩啊，我嘛种七轮外。哎，这安尼啊，拜来贵爱收掉个，吼。哎，收掉，啊，怪嘛是安尼啊，哎，按贵个剪掉。有条有条改掉，这个生。阮兜的嘛是拢安尼臭焦去啊，今年毋知到底是安怎啊，啊要来卖，无法度卖啊，嫌大都无法度大，是要卖，无法度啦，都安尼。小妹妹，因遮啦，啊伊就拢总啦，咱各店长各啥人，阮都有50公斤。啊，我是卖50公斤，这应该超过10%。哦，这可能70%吧，哈。爱文以及四季，那彰化县的像这样的一个芒果，大概有150公顷哦。那在埔心这边，金密芒果有50公顷哦。那因为三月是这个授粉的一个时间，刚好那时候是这个下雨下的蛮多的哈，所以导致这个授粉的状况不是很理想。再加上现在长出来的这个都有一点弄带这种点哈，那所以说今年显然以这一个农民讲，他几乎90%。都已经泡汤了哈，那这边我们也只让这个我们农业处啊，之前就一直请他们快点再跟中央来这个做反应哈，那应该近期之内就会公文下来，届时也请我们的乡亲农民哈，带着你的这个身份证印章，还有你的这个土地成本哈啊这个相关的一个资料，然后到公所快点去报，前后的时间只有10天哈，把握10天的一个这个时间，快点把它报完，那尽速看灾之后，大家就可以重新哦看怎么样去整装再出发了哈。啊，在这边再一次的呼吁我们的农民哦，10天的时间要快点把握，那快点跟我们的公所来做相关的这个申请。那相关的，我们来这个会刊的单位都能够重塑重宽哈，啊，让民众能够这个尽速的领到这样的一个这个补助，让他们能够在下一季能够开始个继续来拍拼了哈。七百多，啊，我唔是话你挂掉了就歹啊，啊，搁有问题，不是有怎样安尼？唔是全部挂清气的。嘿嘿，唔是。我是拢无出问题，你敢那是真的？哎，那请问，后山也不是来原生的嘛？也要先搞的啊？那这样子要不要带那个照片啊？要检具这个证明？如果有的话哈，田里面先拍个照啊，这样的话，万一有争议的时候，至少有照片可以来作证。他、跟土地所在的公所来尽快申请。